如何套路好兄弟？这不是淋着的吗？牛奶呀、啊？啊，这不是，这是一会儿我摆摊卖的。啊，干点副业，你这是今天的品。哦。对，今天的品。你认真的吗？对啊。搞笑呢？没有啊，咋了？我胃不好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火鸡面都不吃，我最近火鸡面我都没吃，你让我吃这个。咋了呀？这玩意儿咋了？不是，我胃真不好，真的。我没整你，接广告，人家广告商给的挺多。你让广告商看看，我胃真有毛病，你看看。病例。就胃镜，前两天刚做的，你看，真的。没办法，接着，要不违约，你看。我求你了。我求你了，你替我吃，我就不行，这条。那人家广告商说的，必须得你出镜吃，我咋出镜啊？说的是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忘了？血压吃送牛肚，好吃有嚼劲啊，好吃爱吃，一点也不辣，家人们。嗯，一点不辣。一点不辣，就香呗。一点也不辣。真香。咋辣成这样啊？不辣，一点也不辣。不辣呀、啊？嗯，行。快吃吗？你把这个，你说，哎呀妈，太好吃了，我再想吃一个。啊，明白明白。啊，不辣啊，不辣。哎妈，太好吃了，家人们。啊。还想再吃一个。哎妈，这玩意儿这能这么支持吗？太好吃了，家人们，一点也不辣。不辣是吧？吃完了。吃完了。你们拿牛奶给我。我这牛奶一会儿成箱要卖了。啊，快！你人命，出人命了！我都开开，我咋送人呢？我再给你买一盒。啊，眼泪都出来了。你这转钱了去？转多少钱？这一个五十。啊，一个五十。我看眼泪。出来了，给你拿一个，不带。